王妃在城楼上看着你。如果此时。 你和你的宁硕君不在京城，他们是否就会蠢蠢欲动？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大局，让出这方戏台，让他们粉墨登场，各显其能，看一看究竟是何方神圣。 你留下来保护王妃。明白。起风了，王妃，回去吧。 去请苏怡伯夫人。